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r. Demonso。 今天我会跟大家说就是 SV 的 Flip Classroom Exercise 11A 斜率的 Part 4。 刚刚好也是说例四了。若山上小径的斜率是1/14或者是1/14啦，求他的倾角。 OK， 那都是同一个手法啦，就是画一幅图先夹一夹，我倾角就说这只咯。 OK，咁我哋切咗傾角咧，切飛頭為傾角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句都冇乜特別啦。嗱，首先咧，佢又寫第一句啦，就該斜率咧，人哋俾啊嘛，咪1/14咯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該斜率個三個中文字咧，你再換翻咧斜率嗰條式嘅，咁即係 tangent theta 啦。咁咧嗰個比咧就可以轉翻做份數啦，1/14啦，跟住一齊去 arc tangent， 咁你就可以出咗咧4.09度噶啦，相當之容易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～到你 pause 咗畫面，然之後咧就做一做呢條，然之後翻嚟對答案啦。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咁多謝大家嘅參與啦。我審一審題先啦。若上山小徑的斜率是1/6，求他的傾角。咁就嗱一聲畫一畫幅圖先啦，然之後就再計啦。咁啊，該斜率等於1/6。咁啊，你都睇到啦，我好快就將畫面上高嘅設定咧寫翻出嚟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該斜率咪換翻 tangent theta 落去咯。咁嗰個懶鬼比啊，1/6啊，即係1/6咯。OK， 跟住一齊左右手 arc tangent 啊。咁你就會計到個 tangent 咧就係9.46度啦。咁當然我都係拍機噶啦。咁啊，寫翻下準確指三位有數字啦。咁呢一條咧，咁啊相當之簡單嘅題目又搞掂啦。咁啊，好多謝大家收聽啦。咁我哋再落下一個 video 啦，拜拜。